速全场八八折，了解一下啊！还有抽奖活动，不用了，谢谢。中奖率100%，大奖是洗衣机一台。洗衣机一台，安安姐，我就说吧，我真的中了。抽奖能抽中洗衣机？对啊，我们以后就有洗衣机了。请你试试吗？啊，帮签一下。谢谢啊，辛苦你们了。哎，你们就只送到这儿吗？对啊，免费送货只能送到楼下吗？啊，那算了，没事，我们自己想办法吧。谢谢啊，辛苦你们了。谢谢谢谢，还是全自动滚筒洗衣机。对啊，太棒了。可是我们怎么弄上去啊？我们俩试试呗。好。你们买洗衣机了？对啊。那让我们来帮你吧。我来吧。你一个人？啊，能行，你们走吧。那我们先去给你把门开。好，好，走。哎呀，太好了。我就说吧，以后我们就有洗衣机了，再不用手洗了。嗯。哎，这洗衣机怎么这么沉啊？腰酸背疼的，给我累成狗了都。所以洗衣机怎么样？都安好了。可以看出来啊，你的这个决定是对的。他俩开心的啊，这开心的不得了了都。假的，真的，您只要在家等着就行了，我们会给您送货上门的。谢谢你啊 ，K 哥。邵莫离，邵莫离。忙什么呢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靠我那么近干嘛？我在里边叫你叫那么大声，你不理我，你在干嘛？你为什么要叫我那么大声？你要干嘛？我就想问一下，何硕那个事儿怎么样了？叶凯，你怎么了？当然是 Plan B 呀、啊。你那么多 Plan B， 我哪知道哪个是你的 Plan B 啊？购买他股票的 Plan B。OK， 现在你可以把我的空间还给我了。这么冷血吗？走。冷血。我也想问一下，我就是想问一下，如果我发现了他财报上有一些问题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什么问题？果然被你言中了，财报并不能体现一家公司的真实情况，我发现他们的数据是有问题的。安小姐，我能否有这个荣幸邀请你去喝一杯？喝一杯？